国内9家视频网站和电影制作公司发布联合声明，抵制影视行业明星超高片酬现象，但想法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明星的超高片酬主要原因还是由其市场的稀缺性造成的。据业内人士统计，虽然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天价片酬动辄以亿计，但国内单片片酬超100万的一线明星，全国不超过50个人。而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、本身自带流量的超一线明星，更是不超过10个人，下面就随小编一起看下国内超一线明星的片酬吧。倪妮在黄泉一天下中，倪妮的总片酬为9800万元。以某女郎身份出道的倪妮，无论是在电影方面，还是在电视剧方面，都属于超一线明星。成龙平均片酬8000万，并且只接电影不接电视剧。成龙及其公司通常都会参与到电影的制造和发行环节，所以成龙大哥一部电影的总收入不仅仅是片酬。一方面，孙俪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，孙俪的总片酬是6048万元。娘娘孙俪自从在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中封神后，如今参演电视剧，也深入到后期收入分成阶段，所以收入不仅仅是片酬。Angelababy 在《孤芳不自赏》中， Angelababy 总片酬为8000万。虽然 Angelababy 的演艺生涯一直被抠图、替身等丑闻所缠绕，但凭借热门综艺节目加持，还老公黄晓明的力挺， Angelababy 的媒体曝光度一直维持在超一线明星水准。吴亦凡、鹿晗作为娱乐行业小鲜肉的代表人物，吴亦凡、鹿晗的片酬网传已过亿，但据业内人士声称不会这么高的，这种价位都可以请到周润发、甄子丹。不过小鲜肉的价格也是非常惊人的，一般的影视公司用不起。